动漫《台三线》拍摄的客家庄风情，当年都成为一道人潮曲调。纪录片《童年胖企业》从二十年来替台三线乡田野调查的成果是合作书，也不按照台三线的田野技术成熟，稍微一道从起专业做职业的，也早就看不到的正规老相片，按民众来感受一点田野的客家庄。七八十岁老人家在加拿大教养一笔光，见水见口，准备外来打扫的。前组织了无年菜味道组织，天在打扫的。用空气老实识别字，告别走来。也向传统手艺形成生命改变，做出几件看唔到的。大鹏纪录片导演彭启年出版新书，有这个本，大家看到。其实咧，几只结构呵，了得好上印象啊！啊，就做几多结构，然后切架哈，松转啊，用时光隧道嘅感觉哈，可能相片哈，转到嘅早期嘅田野现场，哦，我就用呢种嘅感情来写。正历二十五年来，其行到嘅台山市客家庄做田野调查成果，我民众就将行转老条白用嘅甘肃吉阳市清真寺嘅客家庄样貌。彭庆年对台山县前座的爱聊县公司是韩国手机的路路，韩国有相关的产业、信用同文化一条。特点头乍来看，台山县年菜都也还变化。公部门要多将于台山县哈来做很多事情的时间哈，一天来结合蔡天然的感情，哈，你说讲下拍到的，就讲到接地气了。啊，我们希望这本书哈，就讲本。像诶做诶哈，菜地诶好生人哈，几只经过安样嘅不同层次、不同啊，无相同面向嘅哈，一只了解哈，来建构一下完整嘅立体嘅一只思考。人当年来，许多环境变化快发的影响，许多将迄啲龙潭铜锣圈嘅包家窑，就做几件伫几廿年前本人拆脱咧。彭经验托谈讲，客家庄嘅生态经过快发建设，观光品质确实变多，很啊精致。不过，闽南面是多，他看唔到从人才用的按朴实的敏感。大鹏老相片希望民众再过来感受台山县客家庄清田野的浪漫。客家新闻从这前奏，台报头。